新老北京在即将迎来169年进程，甲中共十三地中心进行签署 ESG 甲永续经营合作备忘录，开始着新的合作计划。合作将结合双方的优势，为医疗机构在环境保护、社会共融、病院治理等永续发展做伙来努力。新老病院自成立以来，一直以着医疗传道为使命，并努力地提悬高品质的医疗服务，以及先进社会服务的责任，甲中国生产力中心进行签署着 ESG 及永续经营合作备忘录，开启了一段新的合作计划。合作将结合着双方的优势，为医疗机构在环境保护、社会共融、病院治理的永续发展来努力。新荣医院在 CBC 带领我们在那个 ESG 方面对环境、对社会关怀，以及在治理上面，我们能够多做一些改变，让我们新荣医院能够在绿色方面、在包容方面、在透明化方面有一个新的一个新视野，来符合我们新荣医院。谢谢各位，希望在新荣医院能够在台南能够继续发光发言。中国生产力中心表示，期待透过这次的合作，开创着适合着新老的医疗新视野，结合着各项的资源，和永续的理念深入每一个新老人的内心，实现双方共同的永续环境，并对着社会和地球做出实质的贡献。我们透过我们的专案的一个顾问辅导，把它建立更完整的一个阶段的一个达成。那也期望在这个计划完成的时候，新荣医院能变成我们非常有名的一个 ESG 的一个发展的医院。那同时也能够经过第三方能够给予奖项的一个评定，那我们期盼这个计划能够有好的一个结果。另外，新老病院甲中国生产力中心的共同努力，承诺一定为社会带来更加卓越的医疗服务，开创着健康的美好生活。记者陈嘉欣，东区采访报道。